姐姐去干嘛啦？啊？拿个锤子，摇一摇。看这姐姐又把我床上摆的，都是姐姐的玩具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嘿嘿。嘿，我们小红豆靠在这里看姐姐玩。我给小牛做好吃的呢。做的啥呀？我做好了，再告诉你。是蛋糕呀。你以后怕真是个厨子啊？是厨师。我以后啥都爱吃，啥都爱剁奶吃给别人。刚给你熬的中药喝了吗？嗯。嘿，你姐姐又在逃避呢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嗯。还答应呢？嗯。过会儿我们去盯着他啊，好不好？我的爸爸。走，快点凉了。凉了喝会很苦的，走吧，我陪你一起去喝。好的。抱你去看看啊。哎呦喂！把这搭子推到一边。嗯，喝吧。搭子怎么看不见呀？它沉到下面去了。看看姐姐多勇敢，是不是？我刚逃避是我跟你们两个玩的。哦，什么味道？嗯，我想不吐奶的味道，是苦，有点，是很甜，很甜。有点甜，有一点苦。嗯。这个还吧唧嘴呢，啊哈，一下子就干了，嗯，看看我们这，厉害厉害。姐姐厉害吧？你看看，爸爸快看，我喝的多干净，连渣子都喝了，是不是啊？没有渣子，渣子明明就是。看来是不苦嘛，比我的好多了嘛。那，嗯，小红豆还手扒着桌子不想走啊？吧唧嘴，你是不是想吃姐姐的饼干呀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拿不到，拿不到，是不是拿不到？嗯，要去拿。坐这里去吧，跟姐姐坐着玩去吧。太空飞船，你擦，红豆拿玩具给你。他就盯了个我。现在越来越粘人了，以前的时候还能放在床上躺一会儿，现在是你走到哪儿都要给他抱着。哇，拿，我带给我拿锤子，拿着锤子跟姐姐玩吧，我也休息一下。天哪，你这火又把我刚弄的玩具给弄乱了。 你看看你把我床上弄成啥喽。我跟你说，你刚把我玩具给弄乱了，然后呢，我长大了就带着小红豆不给你和爸爸养老了。哼，你不给我们养老了，那现在我不养你行不行？我会自己养自己的呀。你怎么养啊？我现在都长这么大了，我可以养小红豆了呀。啥意思啊？你还同意啊？啊哈，你这么高兴啊？啊，那你以后让姐姐养吧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嗯，我以后三个人都麻烦了，太麻烦了，我以后养三个人太麻烦了，一个人要喝水，另外一个人要喝水，我就得赶紧给他们两个到那端过去。看看这说出来的话让人多心寒呀。啊，现在就说不养我和爸爸了，我和爸爸也没说让你养啊。以后那你们以后很老了，就需要我和小红豆养了呀。那你不愿意养啊？不愿意养就算了吧。不养，那你们
们两个会干嘛呀？不干嘛，没人养呗，就是啊。我刚就是跟你说的娃娃的，闹闹的跟你说的娃娃的。还用这个来威胁我，你看看。我是跟你们两个玩的，我是跟你和爸爸闹的娃娃的，只是。小米酒，我跟你说啊，爸爸妈妈生下来你和妹妹，爸爸妈妈就要养你和妹妹，供你们读书学习，知道吧？要把你们给养大了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然后呢，爸爸妈妈老了，你就有赡养的义务，知道吗？知道呢，我是要养你们两个，还有小红豆的。小红豆也不需要你养，小红豆他会自己养活他自己呀。但他老了呢？你比他还老呢，到时候。你比他大呀。那我知道，我知道拿小红豆一个人要养我们三个。